很高兴啊，在西安接待总统先生。特别今天是你70岁生日啊，再次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，你来华进行国事访问，彰显了我们两国关系的高水平，也再次印证了你同中国的不解之缘。中华关系已经开启新的黄金30年，双方要大力弘扬传统友好，坚定相互支持，深化互利合作，共谋发展振兴，推动构建世代友好、高度互信、休戚与共的中华命运。